圣淘沙，这个项目的名字叫做御风池，总共有三百套啊房子，你可以看一下它的漂亮的无敌海景，完全没有遮挡，非常非常的漂亮。而且这边我们向着东方向，不会有西晒，不用担心。不过屋子内呢非常的亮。海浪声非常的有声，飞起来。我们现在就在十楼，这个单位呢是四个卧室的单位，你可以看一下整个面积非常的壮观，总共的面积是230平方米，或者是大概2500平方米。你可以看得出它整个客厅呢是一个长方形的感觉，非常的宽敞，可以放着你的餐桌或者是你的电视。玻璃门直接可以拉到完全拉到后面这边，你可以感觉到在煮饭的时候呢，它都是透明的，你可以看到小孩啊，或者是招待朋友在外面都没问题。这个厨房呢，非常的宽敞，你可以看一下，而且它设备齐全，开发商会赠送这些酒柜，还有这些烤箱，而且烤箱我们有两种，一个，这边呢拼图全部都是赠送的。你可以感觉到整个厨房很宽敞，而且它的储藏空间非常的好。跟我一起来到后面，这边是一个另外一间储藏室，也很大，你可以放下很多的东西，你的行李啊、脚车都可以放在里头。然后来到后面呢，我们还有一个小的保姆房，而且保姆房里面有的自己的卫生间。全部你能看到的这些洗衣机和烘干机都是开发商送的，就直接可以拿自己的行李搬进来。在这边呢是一道后门，就如果你有外卖啊，或者是有工作人员要上来的话，可以从另外一道门上来。跟我一起来看一下主人房和主卧房，一样的非常的宽敞，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风景，你可以看到早上起来一听就是听到海浪声和鸟叫声，非常的舒适。新加坡没有一个公寓能够给你这么漂亮的景色，无遮挡的景色。过来看一下，这就是独一无二的御风泉公寓，新加坡唯一一间可以看到这么漂亮的海景，而且那么宁静，没有路的吵闹声，你可以直接从阳台走进你的主卧室，很方便，很舒适。而且它的储藏空间非常的好，可以看到从上面到下面非常的多储藏空间。这个就是你的卫生间，主卫生间还有两个淋浴，然后这边是你的浴缸，浴缸前面还可以看到海景，很漂亮。看一下，书房，小书房，因为它的灯光非常好，这边还是可以看到海景的，还是一个部分可以看到海景。这个是多余出来的卫生间，公用的卫生间。然后呢，到了后面这边隐私非常好，你有三个房间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。我先带你来看第一个房间吧。这个卧室呢也很好，你还是可以看到我的无敌海景。当然没有主卧的漂亮，不过还是很亮的，感觉很好。一样的，厨柜都是发展商赠送的，储藏空间很好。我们来到这边也是旁边这个呢也是公用的卫生间，然后可以看到后面的两个卧室，这边也是一个，它的形状呢有一点。和前面的那个阳台的窗户开，你会觉得整个屋子里的风非常非常的好。
看得到，远处还看到我们的海港，那些船都是